大家好，我是肥猫。9月27号的下午5点，从上饶装完货，准备启程回南通了。中国北斗，江西北斗卫星技术运营有限公司。来自天空的指引，北斗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，是我们国家能力向全世界的展示，令人振奋。稽查科的牌子让我害怕，这个路线我也看不懂了，没办法，只有往后倒了。徐州136公里，现在沿江西上饶段的320国道向东往浙江方向前进。哎，天一黑就进入佳境了，你看前面的山。这么气派的达人，广丰区政府。现在已经拐到浙江的205国道上面来了。205国道，黄山方向。9月28号的凌晨。马上3点了，现在在浙江的江山。昨天晚上9点钟到这里睡觉，闹钟调的11点，闹不醒，睡过头了。现在到目的地还有604公里，出发了。
现在已经到了龙游，沿320国道往北，往建德方向。桥下就是新安江，从千岛湖一路向东，过紫金滩，然后到了建德，拐个弯向北，一路汇入富春江。人生一件事，服务一站式，最多跑一次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，是一场从理念、制度到作风的全方位、深层次变革，以人为本，人民群众大声叫好。